现在是来到了12:50。发出。我们就是在很努力的在买机票。什么要买机票哎？有错，这一次就是到我。上个月是 Ivan 吗？下个月就是10月。啊？哎。你是没有拍片啊？没有拍片啊，我现在是拍求婚计划，所以 Terry 就很努力的在帮我们搞我们这个。啊，什么行业？专门帮人家策划求婚。哦，新行业。对。所以如果任何的，哦，所以任何的粉丝们想要求婚，可以找这个。好感动，不如被包裹。你看 B， 我们这么夜了，虽然你在开会，可是我们还在做机票的东西。Terry 的公司保证你的老婆包流泪，如果老婆不流泪，他全额退款。哇。所以没有错，就是等一下买了机票，然后我们就这几个我们一起要讨论一下，我们要去到底是巴黎求还是在英国求。因为迪拜的话，迪拜是 OK， 但是迪拜是那个高高的咯，但是我觉得在英国可能 OK， 因为外国嘛， 那边的地方比较浪漫，不是讲迪拜不浪漫，迪拜是那种驾跑车的快感的，要求快感的，求婚是要放慢速度的。这样又给我拍到了。OK， 所以等一下再拍给你们看，我们再讨论啊，让给一个 time snap 啊，所以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啊。OK， OK， 各位，现在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3:09，然后呢，我用了各种的办法，想要在什么地方，然后用什么方式来求婚，是最有那个意义感。然后刚刚买机票呢，哇，想不到连机票都买不成，不是买不成，是因为那个他的那个 system 有问题，然后要搞到明天早上才给你买。刚刚 Cherry 就有讲，有给了我一个 idea， 让我听听看一下这个 idea 是我 OK 的吗？来，想到我也给你看了。嗯，来，你讲。我觉得可以是因为我有跟他们讲过，我 expect 的那个求婚的形式是想要在国外吗？对。这次你就假借用 Ivan， 可能你 planning 跟 Justin 讲哦，在那边还会有一个求婚，就是补回 Cherry 想要的那种感觉。可是事实上准备的时候，表面上是他跟我求婚，其实是到访是他，然后看那个过程跟形式是要怎样哦。想一下，你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好像我在外国是把 Ivan 偏拍，啊，其实是我，他也看得到我在偏拍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因为 Justin 好像也是知道 我 expect 的是这样的嘛。你可以准备同时，他又会不能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一定会打算这样做。跟他讲了，你要知道了，知道 surprise 吗？可是真正 surprise， 你们对他讲啊，你们跟他讲假的，怎么样啊？心中的惊喜，这样这复杂一点，然后也比较烧脑哦，好玩一点。OK， 我想一下，我这个求婚是很烧脑一下啦，各位。那 Ivan 讲多一次，你看你烧到来呀，啊，在飞机上求啊！你看你真的是马来西亚第一个 YouTuber 在飞机上求，烧脑啊，烧很久才烧到这样的 idea。我也是啊，我想过了，在海小梁也做过了。OK， 沙滩 Yvonne 做过了，飞机阿元也做过了，还有什么？火箭不可能啊，然后那个雪山就有好人做过了。你去那个哪里看？什么？极光。极光啊？哇，极光，他不是一直想要去看吗？哇，去到极光求婚，好帅！看不到极光哎，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哎，很哦。再给我想一想，哎，我们再想一想一下，因为现在是很热。Tomorrow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gney。OK， 今天呢？哈哈 ，It's your turn。It's your turn。是我的 turn 面，不是你耶。他上次失败，这次要来多一次。好吃。什么？小孩不可能拒绝你的吗？一不小心就拒绝了，一不小心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就是到我的 turn 了啦。然后呢，其实我是已经买过了戒指，买过了。哪喽？就是因为那时候 Justin 拒绝他，所以他现在要跟另外一个女生求，然后他换 size 了。哦，跟谁哟？OK， 所以上次我已经买过了，然后上一次他有放给我看，他是讲他喜欢有 love 的那个。然后我上次有看过 Love 跟这一个，等下我开给你们看，它是长怎样的。然后我就觉得哦，还是买 Love 的给他比较好，因为他有提到啊，但是他不知道我其实是已经买了，所以我这一次是要过来换。卖戒指的女生讲，要换的话就要加钱啊，可是没有办法喽，求婚一生来一次嘛，所以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地方，那个阿元已经忘记在哪里了。
然后呢，原本我是这一次是要在英国求婚的，可是哦，英国的那个东西不齐全啊，就是我要的东西都比较难做到，所以我怕有点不够浪漫，所以这次可能会换巴黎或者迪拜，所以我再看一下是怎么样。哦，啊，云又再来看多一次求婚戒指，还要再求多另外一个女生。在看结婚的了。哦，看结婚的了啊。哦。OK， 然后我买的呢就是这一个了，这个就是这样的。那天周星就跟我讲，他不要这样简单的，然后他开小红书给我看，他是要这样子的，有 love 的，看啊，你们看到吗？中间这边有 love 的，看到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价钱我就不知道是多少了。我就放好一点给你看。OK， 你首先你要放到它，看一下，哇，有吗？你看。你的也是有的，圆，你的那个 triple X 也是有的。我、哦、看它的选项。对对、哦，这个我也是有给你一个，你可以照的 ，OK。阿圆，到你示范了，我示范。来，这个是你，这是我。你都有没有纸？没有。麦董，你怎样？你都没有讲你的 plan。啊，巴黎铁塔在那边。哦。啊，来。OK。正常啊，有吹气球。哦，你在旁边，你在旁边吹。你来，你表演一下。啊，你表演一下，来，小明。啊。求婚啊！你想象这个是巴黎铁塔啊。哈所以这个就是那天哦，周星我买的，然后周星就跟我讲要有 love 的，所以我就立刻跟 Mickey 联络，然后赶快安排一下这个时间来换这个 love 的。看戒指的东西，看不到分别的。你看一下，哎，观众你们选一下，左还是右？看不懂哎。有啦，有差别啦。有就是这个 love、哦。那感觉不同，这个就比较简单。简单哦，然后这个就比较强势的。是，感觉好像是乌卡拉了。你知道乌卡拉有多大吗？可能，我们可能应该是啊，差不多这样，没有大一点嘛。现在我拿的这一粒就是完全是漂漂亮亮、干干净净的。上一次我拿的那粒还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一粒像小小肮脏肮脏一点。其实呢，肮脏的话就是我们一般上要顾客容易明白，其实它不是肮脏，它是叫做内涵，每一颗钻石都有的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是鉴定说它会不会是 natural 的东西，也是有一些鉴定师哦，就去找你的 inclusion 来鉴定你有没有啊、就是说它 real or not real 啦 ，OK？ 所以你的也是有，不过在这一边，哦，我看不出、哦。对，然后呢、哦，通常如果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的啊设计师跟师傅都会有小心思跟你做一个爪遮住它，那它就是完美啦。OK。如果像刚才阿元讲，如果拿这个看得到的话，就可能你的 inclusion 呢，它会在很表面，所以你会看到，就是这样子。OK。不过呢，这些都不会影响它的闪度，除非你拿到 SI2 这样，那个就会很多。因为你不要忘记你的光是这边、这边、这边出来，所以这个光不光角很重要的。非常非常重要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荧光，荧光是没有的，所以所有东西都是very perfect 啦。OK 咯。诶，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一个四 C 的证书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光性能，这个全马给到你有一个实体证书的话，只有$100的嘛。这个的话呢，你可以去看的，它这个公司是在新加坡上市，主要它是彻底的光性能，很多时候。你买到大品牌好的钻石未必是去到 Ultimate 三个星的，因为这个公司它不理你的背景是什么，我就是你的钻石跟我说了算、所以它只是测你的钻石，所以它出来是三个星的。什么？这个就是 Josin 的戒指的这个526278121，对，也是很像它的印记这样。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号码就是526278124，都是一样的啦，代表他的一个身份了。好好，在座的各位男生想要跟女生求婚啊，也是要学一点知识啊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这样求婚、啊。你看，有很多细节要看的、啊。虽然我们男生不是很喜欢细节、啊，可是没有办法。OK， 现在就已经买到了那个戒指，就是我填补那个钱去拿我的做心想一直想要的那个 love。OK， 所以就这样子啦，然后现在等
它弄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OK， 小明，此时此刻你对于这个戒指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想？很闪，这样子。很闪啊！那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？加油，拜托谢了。小明就是为了要他过后有下一个人生的阶段，所以他现在就去书店。我要增进自己。你要增进自己啊！看多点书，增进自己，就见多识广这样啊！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那、啊、有了王者对决。这边是很漂亮的，他做到有点像韩国这样。韩国也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东西。你觉得你对我这个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有什么看法？不奇怪了。哦，又是不奇怪啊。不奇怪，因为全部朋友都慢慢由阿旺开始的嘛。啊，对。所以看到谁结束哦。哦，谁结束了？我觉得就一个。最后一个。小明。可能他不会结束了，他可能不会结束。我可能不会啊。可能不会结束。